相信看到这个引擎，应该就不难猜到今天要介绍的是哪一款车了吧？没错，今天要试驾的就是 BMW R18 First Edition。大家好，我是 Linus。去年四月啊 ，BMW R18 在海外正式发表。它的外形灵感截取自1936年代的经典车款 R5。那国内总代理范德啊，也在去年的九月引进台湾，并且公布138.9万的建议售价。R18 First Edition 是 R18 在发表初期推出的特殊版本。它的外观采用了黑底白线条的烤漆，以及大量的电镀细节，质感与细腻度自然不在话下。那其他呢，还包含了侧盖上的 First Edition 字样。还有坐垫上的 BMW 厂徽，都是 First Edition 独有的细节。R18 拥有长轴距、低矮的车身线条以及水滴型油箱等 Cruiser 车款的元素。那更重要的是，这具 1802cc 的水平对卧引擎，它使用的是 BMW Motor 有史以来最大的 Boxer 引擎。那还有气冷叶片以及外露式传动轴等细节，使 R18 更贴近经典车款。由于 R18 它的车重接近350公斤，当然你也可以用你的双腿来倒退。不过提醒你可以更优雅一些，国内引进的车型啊，它标配了倒退辅助功能，只要在引擎发动且 N 档的情况下，那我们把车辆左侧的这个拨杆把它往下拨，这时候再用右手大拇指按下引擎启动钮，这时候啊电动马达就会带动后轮辅助车辆倒退，这样提示啊可以更轻松的移车。那如果你要往前进的话，只要再把拨杆再拨回来，这时候啊入档就可以往前咯。那这次影片啊，就先介绍到这边。喜欢的朋友请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如果想要知道更多 R18 First Edition 的试驾心得以及外观配备介绍，请到 Mobility 网站上看更完整的试驾报道。我是 Linus， 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拜拜。